电视覆盖蓝色色彩的是你，你还不如回答生活从不黑白，发展在努力的今天，关键对岸的心情不好听，就是一般般哈。哎，虽然我炸不倒你，但是我挠人还是比较疼的啊，连电。不死，死，哎！大地如血，才是他应有的样子。炸！我这一套爆发可老疼了啊，这波得 A 接咬 A 接挠，完了他生了，我操，他怎么生了呢？这跟印记没了没关系，他是生了，你知道吗？正常一个掏也死了，差不多吧。这升级确实有点难受，没算好这回啊。我不用你 QE 我，小伙子，这把我玩 AP 的，啊，越，哎。剑圣来不来？还有我剑圣敢来，我没想到啊！耶！再见。嗯？咬 A Q， 哎，为什么剑魔第二个 Q 能中啊？我很奇怪啊。一段 Q 中了，其实我可以接受，你知道吧？凭什么二段 Q 中了呀？是谁的心在召唤风暴？差点钱。被破坏的。他哪有意境？放屁！玩过剑魔没有？还意呀？我能不知道剑魔有意义哦？那剑魔一级一级能多少秒吸地，自己心里没点数吗？那不应该中的。三路开花。啊，开花了吗？开花了呀，没事，这边月塔把他杀了。耶耶，该呀！
呀呀呀快咬打过我吗？回血啊！耶！耶！那没有技能啊，还跟我打？光荣的死远比你的生命更伟大。我先打个蛤蟆，回家，无敌了，还不走？不走啊，走啊，干啥呀？剑圣又没来。我是不是应该来一个美甲窃魂卷小件儿？我的姐妹们是神，执掌着冰与炎，还有永恒寒冬。狗熊说他的姐妹们，原来狗熊是母的。没看出来呀。啊，套错人了。该呀呀呀呀耶、你说你们操了他妈，一个左边跑一个右边跑，打不打到底，给个痛快行不行？天空在召唤我。简直了。我回家了。我纵声咆哮，先来个布甲孩吧。这把咱是不是得出个鬼叔？应该用不着，我这应该来个小反甲就可以了。有剑魔，有剑圣。得来个小反甲。Shut down。当我的心脏是他们火焰，他们就忘记了自己血出原本的疑惑。可是挺能跑啊。咬！你杀不死风暴。
耶耶耶该呀耶哈耶耶我赢了空了哎这个没中我靠知不知道我这个连电也很疼的这波你敢不走兄弟我不管了我即使一血塔我也要杀他就是我的血瓶高楼巨塔就像一个个柱牙这蓝枪我是不是给他点面子了我发现溜了再见跳弹雷宝运等一下啊哎，那剑圣咋不来呢？我把蓝枪杀了。我操！必然如此。我都无敌了许多人都想终结我是神你俩跟我打那蓝枪有伤害吗那蓝枪嘿耶耶耶耶耶好他有闪现可恶的蓝枪先来个小反甲我到了我看谁敢去野区啊几个人他人有点多不挠着剑圣好了他妈剑圣这玩意儿带念咒的
脑卡莎应该能都打死，我感觉挠错人了。嗯，这亚索还可以啊。这波你能走掉啊，这有蓝一走，有跳弹，完了死了。你不打跳弹呐，蓝枪呢？我来倒一倒。给我追！这波杀卡莎，套你猴子，套套！剑圣杀我，剑圣有虚区吗？剑圣，我怎么死的？剑圣上哪去了？我觉得这蛤蟆不来可能还好一点，那蛤蟆一来让剑圣就杀他去了。哎呦我操，你看着没，这剑圣这英雄，哎，人家一拿俺们家的队友就拉。你看我要不拿是不是就比较难办，被瞎子给踢走了。不来，刚才我这波应该都杀了，就这蓝圈烟雾弹有点烦。没事，打不过这亚索。他们已经失去了野心。Shut down！ 我来带领他们。还是打不过。凡人的造物必将覆灭。再来一波一打三。这伤害太他妈高了。哎呦！这狗熊都要够呛了，不行，这得单带去了。手中快，高地别掉啊！你们老这葫芦娃救爷爷能行吗？得单带去了，我们再跟他们这么玩下去不行了，这队友全是傻子。赶紧去单带去，我们一个打仨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只不过这波我没板甲，我要能有个板甲就好了。能不能奥恩给我打个装备，大龙眼，乌云密布，你过来干啥来了？你蛮荒之人的恶兆。没事，他们家没有留人的东西，你知道吧？我想跑，其实还是能跑的。
用不着怕，没事。五个人，那五个人，仨人其实都算了，五个人，你们能像点人不？能不能像点人？那五个人抓完，能不能去干点事儿？哎呀，真是疯狂啊！看再来点什么啊？来点魔抗吧，我回点血。披挂着雷霆，再次崛起。你干啥呢？你说来回晃晃晃晃晃，不知道晃什么玩意儿了。那小炮也搁家里头，这挂机晃完就挂机，这俩人，哎呦我的天，真头疼。确实不像人。那亚索最起码还能像点话，你知道吧？我们家那亚索，人家最起码人家推个高地塔。人剩下三个傻子，啥也不干，不知道要干啥。我将用拖他们家大龙 buff 啊！这外边有资源，确实比较烦。这要对面要直接上高地，我们还真就没啥办法。完了，空了，还行，一千可以接受啊。拖他们家大龙 buff， 把大龙 buff 拖的。咱先来个振奋，看看几条小龙吧，小龙两条，那还行。希望他们这个大龙什么事儿干不了。中路给我守住，下路一共就俩。你这乌鸦也不好杀呀，哎，好杀，全死。没跳弹，没跳弹。先杀卡莎吧。这伤害太高了，放大呀！哎呦，小炮漂亮，小炮，小炮还像点人哦。不敢单呢。把这剑魔杀了来，
继续带啊。蓝枪的英雄就是那个烟雾弹太烦人了，别的倒没啥，别的倒还好。你像这种劣势角，我跟你们说，一定不能说是坐以待毙，你知道吗？一定得是什么呢？对面的兵线他处理不了，他只能回家守，他推不了我们家，让他们去小龙来。这块对面去小龙，我们就高地就拆了。这烟雾弹太他妈烦人了，小龙也没，不过还行，对面还是依旧出不来啊，兵线还是在这里，他们要是想推还是得把中路上路线给他带了，中路线给他带了，下路线给他带了，他不带线他们永远也推不了。下边我们去下路，我们已经神装了，干啥呀？力气娘，今天赶紧回头杀剑圣啊！他跑不了，乌鸦好像跑的也比较慢啊，可以追。没人了，乌鸦死了，一死。嗯，你这都能没中了，兄弟，你是不是觉得你挺肉的？等一会儿杀了。打大龙都，你是不是感觉你挺肉啊，兄弟呀？啊？哎呀，真他妈的，最后一下隐身了。能不能打掉这条龙？先把龙打了也行，先杀个人，2000血，漂亮啊，拿下。嗯，一歪了，操作失误。别救他了，别救他了，别救他了，完了。哎呦，我波比，俺们家波比还行，我说实话，啊，这波比还行。对面选的那玩意儿全恶心人，那玩意儿。风里有铁盾，不是什么卡莎呀，这乌鸦呀，蓝枪。瞧那个伤害，差他妈他就三件装备，他打我这么多，我6件装备。人还挺多，可以打。他们家少个剑圣，这波4-3来。哎，我 E 咋没了呢？嘿，我操，卡莎！跑跑，我们一巴掌拍死。
好，踩下。这把的亚索，我跟你们说，虽然他7-12，虽然他死了12把，但是这把的亚索绝对是俺们家的顶梁柱。是他在我们家劣势的时候还依然推着线，是他在我们家在对面有大龙的时候把兵线推到了高地，赶紧把这卡莎给我杀了。